看鲨鱼掉毛季来了，你知道狗毛的秘密吗？快进入夏天时，狗狗会把这层绒毛全部推掉，脱掉它的秋衣毛衣，留下一层被毛来当紫外线。人家穿着防晒衣呢，不用给它剃毛。快到冬天时，它们又把这层绒毛长出来御寒喽。所以呢，狗狗人家自我调节能力老强了，夏天热不到，冬天冷不到。剃毛还是买衣服，那都意义不大，你只需要帮它把毛揪下来。哎呦我的妈！